程凌云嘛，真的是巧啊！哎，你不是白婷婷新勾引的小男朋友吗？怎么又跟凌云你混在一起啊？啊，你们姐妹的感情可真是好啊，真让人太羡慕。大神，麻烦你嘴巴放干净点，要不然……不然怎么样啊？我跟你说啊。 我现在呢，可经不起刺激了，要不然我肚子里的宝宝会不开心的。你说啊，你想怎么样啊？那恭喜你们了，锦凤，我们走。哎，你别着急啊，你跟我们家启明那么有缘，要不然。 就等我孩子出生的时候，跟你当干妈怎么样？毕竟前女友也是我姐妹嘛。我不想跟一个预夫计较，麻烦你让开。我要是不让呢？你推我一把呀！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？简鹏，周围他肚子里的孩子不值，怎么遇上个这样的妈？你说什么呢？你再跟我说一遍。很喜欢听我说话是吧？要不要把手机拿出来录一下，回家慢慢听啊？ 韩启明，你是死了吗？你没看到有人欺负我啊？倩茹，要不算了吧？算了，我现在吃这么大亏，你让我算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要不替我教训一下这个臭小子，我就不生了。要教训我是吧？来啊，简峰，别跟一个孕妇计较了，咱们走吧。 我就是看不惯这副嘴脸，姐，你别管。韩启明，你今天去不去？你要不去的话，我们现在就分手。来啊！泼妇配人渣，你俩这是天生一对啊！你说什么？啊？你再说一遍！哎，启明，你干什么？你想打我弟弟啊？没有啊。打就打，谁怕谁？倩茹，要不算了吧，我们去逛商场买东西，不跟他们一般计较了。放开我！ 你放开我！走吧，走吧。倩茹，我们去逛街吧，我们不要去。走什么走？不行！倩茹，你不是说了让买东西，我们卖东西？我不买了，我就得去。不是，我们不要跟他们争吵了，好不好？不行，我咽不下去这口气。倩茹，不行，我就得去。你不要去了，倩茹。不行。你好了没有啊？ 怎么样？我的孩子，快叫救护车！来，我的孩子，怎么了？你先忍一下，救护车马上到了。喂，倩茹刚刚流产。 现在很脆弱，你要好好照顾她。想开一点，孩子还会再有的。等一下，难道你想这样就走掉了吗？什么意思？你也看到了，我是为了保护你们，才导致倩茹摔到地下流产。我想。 不管怎么样，你也应该负些责任吧。我想你可能搞错了吧。明明是你跟葛倩茹在争执的时候，她突然摔倒然后流产的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我和倩茹为什么会争吵呢？还不是因为你和那个臭小子。现在我的孩子没了，你想不负责任的就走掉，难道你一点道义责任都没有吗？那你想怎么样？100万。 我想要100万。你现在已经是顶峰集团的千金大小姐，我想100万对你来讲，应该是小意思吧？很好，只要你把这钱给了我，你再多打几次，都没关系。我知道你无知，但我没想到你这么无知。现在倩茹还在病床上躺着，你居然问我要钱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。
你说够了吗？现在是我的孩子没了，我很伤心。我管你要点赔偿费，有什么错吗？别说我没有，就算我有，我也不会给你。有本事你就到法院告我。你以为我不敢告你吗？ 小子，我找他去。哥，别再闹了。我没有闹，哥心里看着你这样不舒服，取消那点好了。你相信哥，哥以后给你找个比他好多了的，行不行？这件事情就不要再管了。 既然人心留不住，那就随他去吧。只不过要放手，真的好难。哥明白，以前我不懂，可现在我终于理解了。爱上一个人，又得不到他，真的很痛。 我理解了，你怎么了？哎，没事儿，哥的事自己会处理，你别操心了啊。哥，这个你帮我处理吧。 这是之前珠宝商送你跟曲恒的是吧？行，我帮你处理了。